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，中国始终胸怀天下。我们实现现代化，不是为了孤芳自赏，更不是为了本国优先，而是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，为世界和平注入更多正能量，为全球发展带来更多新机遇。我相信，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，必将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更强劲动力；一个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，必将为各国共同发展开辟更广阔路径；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，必将为人类社会进步开创更美好前景；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，必将为世界建设清洁美丽世界提供更可行方案；一个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，必将为世界和平稳定带来更多确定性。中国式现代化版权属于中国，机遇属于世界。我们愿同各方同舟共济，携手并进，推动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事业，共创世界更加美好的明天。